咧走不一定有去走讲啊，林芝庙、银梁、武川吼、跳票吼，这个问题来讲吼，我国民党团吼，今仔日吼来做个一个记者会，来报告大家来了解。当初时吼，林芝庙有所想到吼，就是讲因啊当选了，这个营养午餐会当来免钱。啊，当时是啊，咱林芝党伊就甲伊写出来，写讲啊，林芝庙啊，营养午餐这是骗局啦吼。啊，骗局，如果当选啊无骗无做，就是骗局。啊，林芝庙已经当选了，伊绝对因的营养午餐。绝对爱来做吼、啊，所以讲，因为来讲起108年度，这个预算是单金的啊，反右偏的。109年，如果林芝庙伊若无偏这个预算来讲起吼、啊，这就真正是跳票了吼、啊。所以讲林芝庙伊真关心所有咱县宜兰县这学生吼、啊，所以讲伊赶紧去找一寡资源。啊，来办对家检，要来办这个营养午餐。这营养午餐，即马来讲起吼，对家检来讲，伊若过，啊，就会使办啦吼。所以讲，这来讲起，伊哩民进党来讲起，佮发布讲，啊，伊是跳票。这事实讲，对一个真正哩办的人，事实无公道啦。因为伊来讲，照讲是爱109年骗预算。但是伊伫108年的当中，伊来找出财源，要来骗这个预算，啊来做营养午餐，这就证明讲，咱一个县长真正有关心，伊咱宜兰县所有这学生安尼。